好奇问问多少时候你们？嘿、hey, ，各位，大家好，听到刚刚那个声音是谁了吗？好不好？是我们这个《One Piece》《Bounty Rush》的里面的这个大佬，哎，我们的撩妹哥哥，哎，然后他刚刚看到我的账号，他有话想要跟大家讲。我觉得那个账号蛮强的，直接来对战好了。你看，你就不是这样讲。我觉得这个跟你对战，我会陷入苦战。好 ，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开始联盟对战？你按那个联盟对战，我们等一下就同时按。所以那一趴我都会关声音的、啊，有吗？马林福特了场地，不同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聊天啊。帮我水一下影片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那个我三连胜，我来一个连胜就可以遇到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连胜就可以遇到我？我现在分数比你低啊，我连赢几场，经营也没有。各位，我哲平分数比撩妹高，我太强了吧？确实。哎、欸，可你不是百大吗？为什么百大分数比我低？没有，他每两周结算一次啊。我想说奇怪，还是你最近比较忙都没在爬？那個、我真的要爬，应该是赛季冠军。哎、欸，那你开始在那边呛人，我说哇哦，就是都没在爬。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最高打到第四名、哦，你是不是爬到已经腻了，所以就不爬了？没有，因为你爬不了冠军，然后你就已经爬到一个制高点，就没有办法，没有斗为什么你爬不了冠军？冠军你要打蛮多场次的、啊，还是因为你的账号太差？哎、欸，那你是不是可以？你的账号，我的账号是不会比你那个差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那你是不是可以看要不要？我的账号至少不至于资源配不出来了。哇，你好像哦，没有啦，他这个就因为他当初就玩两个账号，然后他就觉得这支账号就是可能有抽到，然后他就比较早在经营，而且他有跟我讲说他其实也不太会配，他都是看你跟娃哈哈的影片，好不好？你的粉丝哎、欸，那是问题那就没问题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检查。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在玩这种类型游戏，应该多半都是角色为主吧，不会去看奖章吧。通常啦，就是你要抽的话，也不会去抽什么资源角。对啊，但其实资源角比较重要一点。感觉好像是这样子。对啊，因为这份角，那你资源高，还是可以玩得很强啊。哇，那这游戏基本上就真的是看那个谁抽卡比较非洲比较强、欸。对，你要打赢了没？我发现要边玩其他场边讲话也是蛮困难的，我要想办法赢这一场。你没办法边讲话边玩游戏的、喔，各位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的优势。没有，可是我是因为我又看你的画面，我双看。你干嘛看我的画面？又不同场，你在哭？我看你玩的怎么样、啊？不错吧？我们这场要赢了耶！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你有来看我直播，还有你现在在看我直播，我都会赢哎。有，我感觉到你跳跃性的成长了，是不是？我都没在胡乱，真的啦，到时候那个热血航线出现的时候，来一波了。你那个场地凯多站 C 点就赢、哦，是哦。可是你知道我真的不适合玩那个哎、欸，玩守护者、欸，因为我会，你懂吗？你直接冲去送宝哎、欸！我会很不安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看你的那个台，想说你怎么没有在我对面？我也很不安分，你知道没？你需要一只多宝角，真的。我好像输了、欸，可能今天配不到了。真的假的？不是哦，我需要一只夺宝角，但是谁知道我今天居然连马可都抽不到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20%几率也没那么好抽啊。那代表我的原本那只账号是真的很强。新手这好像几率比较高、欸，还对有。哎、欸，撩妹，我赢了、欸。好猛哦、喔，我们分数又离越远。各位，请问我们今天到底排不排得到呢？以下留言开放，好不好？预测，
你出来没？你出来是不是？我觉得，对，来啊，来吧，不然这次你喊啦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有一滴滴机会。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美音不要再。我想让你，我想让你吃版权。不要啦，没关系啊，我看到版权炮我会自动把它移除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把它声音降小声一点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有一些方法，我连黄标都会避了。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好像有机会、欸有，我就有机会。恐怖地图，恐怖地图，你在哪里？我去自杀好了，好不好？不用，我们差很多分，我们差1500。你知道那时候观众说什么吗？说跟哲平玩他就会害了我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一直在输。哎、欸，不是你自己看，我是不是自己架在玩的时候，有时候还是偏稳，但是我一开直播我就没办法，就被那群人干扰了。说你的胜率好像比我高一点的、啊。对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、欸、我觉得我的操作已经有点综艺化了，综艺化是不是？要配合观众的胃口。你会发现，就是你没那样做，观众会不喜欢看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可是那我杀太大，他们不喜欢。可是我看到国外有一个那个、欸，国外有一个就是他都会一直玩新角的那个，蛮多人看的。那个好像都不讲话在，在打技术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还在代打，不讲。我不知道哦。都你讲的哦，是吗？你刚不是这样跟我讲、欸？你知道超好笑的哦！我一开始因为我是先看这个游戏，就是先看就是先知道这个游戏，然后去看了你们影片之后，结果、啊、看的是你那个好几年前的十大排名，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说哦大妈很强，大妈很强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就说不是为什么你不会看日期啊？不是啊。我想说那个应该可以沿用啊，不是我就拉到你最之前的影片开始看哦，那个很久了，这个每个月的 meta 都在变了、哦、那么快啊，也没有那么快，然后我就每两三个月都会换一下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哇，那我一定要抽乌尔蒂，因为那个时候你说乌尔蒂很厉害，结果乌尔蒂现在也是不错、啊、结果那个就一直没抽到，然后我都一直去看你们的影片。算了吧，你连那20%马可都抽不到。不是，我本账有抽到，好不好？本账，你是说六等的本账？我六等的本账有抽到，好不好？不能这样讲，不是。那你继续玩你的本账啊，你本账运气不错。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该？他是刷的时候是中了罗杰，又中了那个雷利，然后感觉不错，然后对不对？等下我发现我好像这场有机会。哎、欸，我这场要输喽，你加油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哎、欸，不一定哦。我们这边的瓦伊帕不错哦。哎、欸，所以你是很喜欢《海贼王》才玩这款游戏，还是？是啊，我之前其实我一开始我之前玩过那个 LINE 的那个好烂哦，但我那时候也玩了。说 LINE 的那个是那个就是夺宝的那个吗？对啊，秘宝巡航有什么卡牌还是什么的、哦？就是你打过去然后按一下的那个嘛，对不对？那个超没技术，完全不会干。那个是很久的游戏了耶。很久啊，我大学的時候。但是我真的觉得，哇，那你会不会跟我同样的岁数啊？差不多吧。可是你看起来年轻哎、欸。你有报你们你的频道有报你的年纪吗？那你几岁？我30了。差不多。差不多啊，我22。屁嘞，你22。干，你才是没有在报的那个吧？哎、欸，我要输了。我以为你这个死骗子，原来你不能报年纪哦。没有啦，我那个 IG 有写啊。我想说，你不是应该要做那种类似那个经营你自己风格，然后出去旅游的那种频道吗？那应该是不 care 这种东西吧？我这样才能抓谁没有追踪我 IG 啊？啊，我铁定是没追踪你 IG 的。马上抓一个。哎、欸，我就遇到我一个上，你一个下，来喽！对对对，我数吗？好，你数，3、2、1 ，Let's go！
欸，各位朋友，究竟撞不撞得到呢？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撞到撩妹。大家拜拜。分几集？要分几集？